听清楚未？我大概讲个六等突破，就是让你突破，让你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让你生命有一个新的日子，有一个让你生命超过你当今所有的情形，让你生命无错。改变这个突破，但是我每项物件是无非是等突破的嘛，如果你突破，拍完一百年，如果你突破，那讲是一个情形，不知道，做出来是一个情形，不知道。那基督徒的生命要记啊，伊要相信上帝话，伊有新的开始，伊要相信上帝话行出来啊，伊生命就要无错的。所以咧，正话，你的生命。那是讲要忘乎要死的生命改变来讲，关键大概是咩 ？The key, where's the key? What is the key? 关键在边度？如何？如何呢？咱发现啊，好，啊，这故事大家听过，真简单一故事。但是咱看一个人安怎改变，是讲这群人安怎在生命来开始大改变。咱看圣经，我教好英语。Chapter 19, verse 1 to 10. Logon Takao Niao Ke Itzak, Kapan Itzak. Lucia Fuin, Isjil Tan Dijie, Tao Isjil Logon Takao Niao Ke Itzak, Kapan Itzak. Chikulam Yat to Sakai, Takai Gong Sakai. Now Sakai Samilan, Sakai Si, Tax Collector, Chisu Say, Nayam Siu Say, Snapan Sekai.全世界收税了上去啊，包括国家国家开征上去啊，那这叫是吃钱官来 ，OK？ 那这叫吃钱官，从人见，从人还嫌的，不知道？那看这人的生命在改变啦。做表的，我们来看啊，圣经记载一个故事，罗家福音十九章头十九节记载，圣经讲耶稣进了耶利哥城。嗰啲敬贵啊，有啥东西啊？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伊是修西，唔单止是修西呐，是修西的雕，修西头 ，OK？ 是一个财主，呢个特别强调讲，这是好人啊 ，OK？ 伊就要看耶稣是安怎看的人，因为人真济，伊身躯过矮，所以未在头看到。伊就走去头前面，白天上求求人，叫做三叔的求人，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定叫在那边经过，听清嘛？耶稣到那边，抬头一看，就对伊讲：撒该，落来，今日我特别给你求，大给你求，伊就前方面落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人看到了两声。都家己讨论，家己批评讲，伊安怎去到罪人的厝内去住？撒该对徛头对主讲：主啊，我要将我所为一半分予无利人，我骗为一罪，浪费四倍的刑期。耶稣讲：今日救恩就到你厝内，因为伊是。伊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来是为着要找拯救迄个失丧的人，那边头都。耶稣救过你生命，我叫你活足好个样子咪，好个生命今日开始同改变。求主圣灵进入我讲嘛，互人知影。我从你内面有影时，会无想起来，会改变起来。我求你圣灵祝我下子嘛，祝我人心，从水下所有的圣灵求。阿门。开始我都看见啦，这人圣经有用归纳形容啊，形容词 describe 归纳 description 就是归纳形容词形容这人，好着嘞。伊是一个修士。鸟，伊是讲，那是讲修西人吃你来讲，伊是修西鸟，嘛食过大条尾哦，大只大细只细嘛，是不是？伊是食大尾人，然后第二物件咧，圣经佫讲伊是一个财主，财主是好野人啊，金
荡荡的，好笑。穿衫裤，跟那棉花乌龟种，好硬的。然后圣经咧，古仔形容的什么名？伊讲男儿女，什么事咧？因为耶稣要起的厝大个东西，正人就感觉讲名，嘿哟，耶稣这神圣，但他又唔知是受洗咩？就袂晓吃人个，你知道？这叫我是歹人个，吃人类、老人类个，你知道？啊，那耶稣去甲罪人白当听，起的厝大，啊，那无圣洁咯。那犹太人咧有一文化，伊人对金对银咧是懦弱人。过一种第三种人，头一种啥物名咧？头一种是做歹查某个人，啊，伊人就看衰；第二种咧，就是外邦人，啊，伊人就看衰。伊人了解家己和上帝经，加了外邦人是阶级的，伊人个是物级的。然后第三种人对看衰，对无时间去休息个人，伊人叫伊做咩咧？糟糕。叫自我，明白唔？因为咧，伊人和罗马政府来通关嚟咁样咧，罗马政府叫伊人家己嘅，即系犹太人去搞修饰，修饰咧旧饰吼。罗马政府，罗马政府何管伊人？你谂罗马政府何管人？但系即个人咧，做咗咩？就系修遮遮，罗马政府无管嘅。以后叫佢旧起来，税偌钱，旧起村嘅嗰啲买晒咧。所以一种嘅人咧，伊人特特领食，特特领捞片。所以人见一人，那现在千万不夸张人，那夸张人特别所在团队，耶稣来过也来无声，敬畏也来无声，等于敬畏也来无声，就像祷告耶稣祈求的所在咧，名声正头的，因为叫世人无话，前面看到手大他的意志，太高他的意志，一一面光辉，那耶稣名昂头。贵的这个东西的世界，耶稣基督所在咧，逐个人食爱看，逐个人食爱我，人希望去医病，希望听到一句话，成个大人的话，迄个东西啊，耶稣基督也是无说你想法来情发生，想想来情发生，世界咧就想去看耶稣。那要怎办？世界咧从圣经里面形容的，意思是 A 呀，阿都 A 呀。话 A 啦，唔使啦，壮志人人头扎住，对啦 ，OK？ 那有千万，定人人头扎住，伊要知去看耶稣，人就话鬼话，即人是人面呢？你讲对了，那是曾经食鬼路，曾经捞鬼路，曾经吃鬼路，伊来讲你后背边那种，拉你卡，好唔好？拍你只，浪你只，杀你壮志，暗出咯，未使来知嘛，无咁话你就对啦。啊！这个人同样是愈知愈知愈知，这边上面知，无在到接近就是无在接近，佫加上伊 A， 我就看袂着，有诶要调点债个咯，是不是？他们输咧难移民，认真讲难移民，还靠无路，现在要烧一万块，白球场，白球场，伊就看到会无会压缩到境外的所在，我压缩你来哦 ，OK， 这边有张球场，伊就走去帮球场的。他们在亚索阿维田会的在白天上球场会，然后在球场会被狂亚索去打，你看是吗？他们说亚索可以狂掉，他们说亚索起头也出大，我们在空战里面，因为伊被狂掉，如被狂掉以后，他把这边被狂亚索，伊被。兄弟们，世界每看耶稣，正济人来到呀，来到在教会里面要看耶稣，要看男，要看查某，你知道？要看看虾米环境，无虾米关系，但是正少人来看耶稣，世界伊的心一条心啊，单单要看到耶稣。那兄弟们，咱看一个这圣经在19:30，伊要看耶稣上得快人，伊走前头去。白起这上树要看耶稣，圣经无停的形容讲，伊要看耶稣，伊要看耶稣，伊要看耶稣。但之外，这个人要看耶稣的心情是安怎？我唔知，我唔知。伊到底要看耶稣的情是安怎来听到耶稣的啥物？我唔知。但是总是迄心啊，硬硬无论啥物款的情形，啥物款的阻碍，伊要看耶稣。你看你白起站就知啦，但之外。这个人是有名声啦，有胆声啦，有为人那个，穿的衫裤，你是贵的，穿得金当当。我问你，我向你请问，一个安尼人，白像怎个老狗呢？
歹看哦，真歹看物件嘞。伊是水利长，一个政府人，高官在罗马政府嘞，伊超过八千人，歹看哦，真歹看。但是这个人为着耶稣，大家为着耶稣，为着要看耶稣，伊无插虾米款的阵营，虾米款的阻碍，知吗？伊白去看耶稣，白上场看耶稣，耶稣会看到。遐知吗？我同我未熟话，你要看到改变，你要看到改变，点先遐知吗？是看到家己，唔呀？你要来搞搞鬼啊！佮是想个生活个，你心内面个渴望是要看耶稣。耶稣在咧找真正对伊有心个人要看到伊啊！真济人在咧这个社会情形啊，或教会情形，条条是看到环境，条条是看到情形，条条是看到网络，条条是看到欠费。点点是看到财富，点点是看到无好物件、富贵物件，但是真正少人啊，目睭淡淡消灭看耶稣。所以咱用嘛，咱生命无平安、无喜乐，来个教会几十年，咱做几落大正久，但是佫是无喜乐、无平安，连关于到这边呢，看环境，看礼拜六看环境，看人。但你看环境，你看人，你知不知？我无惊，我惊都无平安嘞。阿妹，但是你把希望单单消灭看耶稣，我无惊，单单只有希望平安。所以啊，姊妹，你生命要改变啦，你靠耶稣点下把你的生活顶来看耶稣，阿怎看？查你生命在手里。在你命日两个手里，常常哈咪事咧，赢到来又在问讲是非，赢到来又在问看环境，赢到来又在问看咩人笑，就是伫哈咪心境里头，心里面想咧上帝话，话个讲话哦，是不是？那是讲咧知名思想上帝的话的人，伊要讲哦，伊要想到一丛树丛栽落咧水边，伊会晓无呾，按到点声结果子。还你所做的隆重顺利，是不是？圣经教的吗？那有姊妹真济人，我来讲宝贝，咱日常的生活，咱常常别在着专心啊。我也说，常常因环境来叮当，因着人来叮当，所以咱的心常常经历咧烦恼、不平衡，常常经历咧欠缺。那是你把酒单单看耶稣，听清吗？但单只为心安定，无论遇到很困难环境，都袂用单；无论遇到很困难情形，你无惊吓，因为你只清楚主耶稣大地的内面，互你看到，伊甲你同在。咱来听话，你的规个心是毋是要看耶稣，还是要看人，还是要看环境，还是要看代志的发生？咱来听话，为人看累啊！咱来听话，我鼓励你，你若是讲你生命要突破、要改变，你目睭。你要看耶稣，从今日开始，唔见唔爱看死一位正平倒平，啥物代志唔爱看，特登看耶稣。在厝内面，你若是看到你厝的物件，看到教会，看到人，啊，都倒了，真奇怪哦。我失望的年纪，咱们就徛个来久啊，我在安尼款的心内面，佫是住伫耶稣内面，因为我无看。人徛稳徛个，起倒走向，对不对？哎，这个无讲真正，无讲真正领导，无讲真正一个
影响嘅生命，因为怎样上面听，我做嘅物件，但但看得有数，所以请做物件点答我，请做物件灵固点答我，我未激先灵固嘅，我系激先激先者，我系气旺气旺者，我系破皮归旺者，嗱，我请见到桥嘅目睭看得数。修行者 ，OK， 桥金看耶稣，等你桥金看耶稣，就是我的生命都变了。我不再惊你了，我不再在意耶稣的旨意了，我不再可在前处看到耶稣为我做的物件了，我更加清楚耶稣在我生命的工作了。所以，伊要叫我吞吞，我吞吞；伊要叫我吞的吞；伊要叫我吃的吃，对不对啊？我看到耶稣在吃，我生命总是有的。平安，平安，因为在我的心中里面，我的心是活的。当我看到伊的两声，我就听伊声；当我看到伊的两声，我就看伊工作；当我看到伊的两声，我明白伊心意，我心就快平安了。所以，我讲起来，我就讲起来，几人特别生命突破，生命突破，生命的突破，搞到未来关键了。我是看你愿无愿意啊！我是看你愿意无愿意啊！在你目睭看看耶稣，耶稣嘛，不过你去来讲做个奖，等你愿意来看伊，对不对？加耶稣嘛，第二来看，哈密苏，哈密苏耶稣的教家，这里是撒开。安尼，侪人正人中间的队友伊啊，为大堆人队友伊啊，他们是惊啊杀鸡。安讲，第一个因为伊爱接待耶稣，第二个伊爱接待耶稣。安怎讲？伊会接待耶稣。那我先讲，我讲的第五十九章第五十，伊白天的球场面对看耶稣，耶稣经过了。跟耶稣经过了啥？耶稣停下来，仰头起来一看，对撒该讲：“撒该，落来，你免白安尼怪去看我，我今免大你，我今免气锐为大。”哇！这项物件是何撒该一条鞭吹，这项物件是何撒该一条肯定。这样物件是何撒该一件感动呀嘅物件，所以话对圣经特别啊，特别强调这物件，伊就斜讲啊，斜讲啊，指猛啊，斜讲啊，即斜讲落嚟，有落嚟个高兴咁就欢欢喜，大家欢欢喜，真系有数。你话圣经有可以狂好意思，先我就有意思嘅，先讲一斜讲落嚟，人之外，只能俾全阵。贵位人我唔知啊，但是伊白起全站内面，喺落来就成先讲形容一架斜杠，就像楼头条大站内，咁咧白白落来就，伊欢喜嘅度哇，那一叫人，那一世人就累啊，伊是度了累，伊后面就无了，度了累，后面就无啦，我唔知有亲情啦，同乡话就讲，咩人是无咩亲情，咩无咩爱情，咩无咩人情嘅啦，知唔知？伊累啊！不累的，没那命，是不是？大家知外，只叫人去知，你家己生命安怎？但是耶稣就特别了，耶稣给你，那正人对伊的人呐，为大堆啊。因为之前看到的情形就是讲，伊无在到看到耶稣，因为冷静静。但是耶稣就给你，就罪人呢，不要这样的。耶稣给你，为耶稣猜想一点。伊是真心接待的，真正欢喜的接待的。弟兄姊妹，今日我讲啥物件？你生命要突破，是不是要接耶稣就能生命？那只济人啊，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啊，是接受到一个证明，就是讲，我基督耶稣俾你来我入面，你家己来，我若基督在外口的时候，在外口的啦。他们是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就是将你家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可以来掌管你的生命，这就叫接受了。但是这一个道，
但起码我们讲工厂里面好事比他们说的就好，三秒不要改变，就是一只小牙刷，你话好，需要当下一些困难的，无需要平时忙进来，有条件，听清楚，人心主在哪里啊？我为三秒改变，你为何主徛大个里面？无论何一款。一点声，伫各路些所在，徛大伫内面掌管伊。那即徛大伫内面，那才特别啦。先讲内面，即徛大伫内面接受这两个字，甲信有关系。信心嘛，唔是嘴讲，人哋讲唔是嘴讲。信心嘛，唔是看到你心主的点声，做几多大就偌长嘅。信心嘛，是愈愿意无愿意将耶稣放到你头位，接到你的生命里面军队，这叫做信心。可以掌管你生命，叫做信心。听清楚，基督徒那是讲对主的关系啊，单单停留在陪陪啊，只陪的情形，都是愈感觉愈跟主耶稣的迄关系啊，干那是。你需要伊，你来找伊啊！我甲你讲，安尼款会生命，无在了个专注耶稣来经历个方面物件，无在专注耶稣来经历只大个改变。你等于啥物件？你等于系看路运啊，等于看路运。你甲路运有咩关系？无需要关系，是不是？你去到边，你就感觉受用，感觉伊可以有食，你准备走咯。你哎呀，命未记得了，肯定是不是？你甲看路运无咩情感，对不对？咱个耶稣个观念，虽然讲你接待伊在你生命里面，伊就接待你；你在你头壳底进伊，伊就进你。但做个观念是咁款个观念啦，是个病惊个观念，老病甲惊死观念。那为汝，汝老病话无好，但是伊较臭死咯，个无病。伊生汝，卖汝好命，叫袂进。所以讲，天顶老白的事，比咱土脚底老白可加好。你想嘛，你接待伊，就是你生命做伊家己的事，甚至佫无妨的事。所以圣经内面讲，讲接待是可以徛的话，可以来掌管咱的生命。等讲到可以掌管咱的生命，咱就咪要做咩？你生活特别有意义的。我徛住在面，你生活在这里有耶稣的呢，这叫接待嘛。你若说个礼拜几个啦，看来有意啊，礼拜几个要到耶稣啊，你这情形不讲真有用的，你知道？你个看路不讲正常，对不对？那讲到生活有意义的啥，是你每时每刻，只在思想中。和耶稣在这里生命来徛大掌管建立关系，啊！我看到你有对耶稣，基本上，你若接待，基本上基本上，看你祈祷就知啦。啊！你有祈祷耶稣，还是十分啊祈祷呢？耶稣见证，这到底是怎样？我徛我家老西，所以你知道啊，为这里十分那些，你叫。最亚索成准备老师有的不知道，所以你祈祷是因为着你买老师，可你祈祷的时候就知，可你领袖的时候，这领袖的时候特别只有他先定，你和主甲你讲嘛，和主阿个教你行，你会行你的时候，你求主来掌管你行的时候。看你灵修真无？第三，看你日常的言行举止，你生命，就知影你是不是接待耶稣和耶稣徛大人？你嘴讲话，心笑的样，手做的工作，为耶稣。你讲到耶稣大在你生命内面。兄弟姊妹，当伊讲大个动静啊，人声，都是你生命、你生活，平平吗？
就是有耶稣在你生活里面。你若无耶稣在你生活里面，你要怎叫接待呢？那叫看路运，我来讲看路运，后尾有人讲，毛物件咱古早拜拜了，有钱伢子呢？耶稣，咱个耶稣观念，古早咱拜拜拜完全无相的，因为耶稣是我的神，伊会从咱个生命来看顾，保守咱人才人行。然后，咱行到伊个旨意啊，伊个意思，伊个话，伊来伊个咱个生命改变，所以传呢咱行。但是，伊传咱行同时，咱个自由爱买对伊，咱个自由爱买对伊，因为起初做人就要给人自由了，给人自由爱给你还是买给你，但是人买给你是一个犯罪，死就是把人个世界，像我今日耶稣买来。大领路，大领路行生活，伊必是好紧的，都安尼对伊。今日主耶稣来徛在你生活内面，为这所有一切，为生命，为基督徒主安尼，为领袖和主的话，把伊大领路，这个代表耶稣有无的生活。姊妹，听你有耶稣在你生活里听，不是讲人对做错耶稣唔同意，我系讲神人对做错嘅咁样耶稣唔同意。耶稣单样人，佢系一派接你，伊边个是咁接受人？即系时阵，耶稣嘅家己就是浪伫家己位，家己位，家己位，离开了耶稣。短当时啊，到底犯罪了，买一堆来，到底犯罪了，离开。其实我来讲下之外，咱们生命未使无耶稣。撒该的改变，就是伊愿意接待耶稣，大伫伊生命内面。即个大歹人，即个背只老人骗人假人的，竟然的改变。所以，只管你生命要改变吗？你生活要改变，你是只要做阿叔的平安，做阿叔的福气平安，你搞到我来讲，正面嘅你就做诶。接待阿叔，大地里的生活，即卖大地里生命里面，即个钱啊重要。我讲到接待，讲读书，我话我嚟接受阿叔，因为信阿叔呢，叫啊，你是信阿叔嘛？但是阿叔大地里生活系点咯？耶稣在你的生活里面，咱这信耶稣的人啊，圣经讲的任何鬼嘛信，得罪得教的人就信耶稣，假借人成日讲人信耶稣的，你唔好相信耶稣是信，但是我先同你讲，你莫相信，相信呐，加接待接受耶稣在你生命是哪项物件的？你讲你相信，到底你哪位你吹啊？你相信呢？你知影耶稣，信的表示啥物呢？是耶稣在拯救你生命里面，把你担在，然后你要跟随，将你生命的权柄交在手中，这里话你该叫做真正相信。等于讲将你生命的权交在手中，伊就做你主，所以咱叫耶稣叫做咩？主。我的主啊，我的主耶稣，我的主耶稣，就你叫到我的主耶稣，人生啊，人生啊，伊就是你主人，你就是伊父亲，等于是你主人，你就要听伊的话，等你听伊话，咱把人叫做真正接受耶稣啦。等你讲接受耶稣，就要听伊声，听伊命令，你到底该叫做接受耶稣啦。但是咱嘴讲接受耶稣，但咱生活一点无像信耶稣的人，无像个接受耶稣的人。我讲你讲人千万，你哪有信耶稣？你是戆教，戆教啊！信基督教、信佛教、信回教，你是一个戆教。奉教、奉教，你是我一个宗教的。我定期来面写定期来 Christian， 吊了十二个牌，你生活来无耶稣的。一年了，一年了，听啦，真是白人啊，白人啊，敢有信耶稣的，敢有基督徒的白人，
但是咱回来到的，咱拼定的，对啦。第一，咱开枪瞄准鸟的，也敲地头的，然后伊都摸摸的，摸摸的，咱相信法术，光头啊，你相信？别人咧，我先来说，你讲 Christian， 呀，我讲 Christian， 对不？这就是哪说？在 Mexico 啊 ，Mexico 啊 ，Mexico 啊 ，Latin America， 应该我先来说。天主教嗰度勁嘅咯，知唔知咩？依家要去即係做大單嘢，係咪先？大茶飯嚟咁收會，係咪先？因啲特別可以神父祈禱嘅。啊，耶穌冇笑啊！我是到即會未出奇啊！我係笑你啲咩？我主耶穌，我面對情資吞啲嚟啊，要幫助啊！特別收會，麻煩嚟，未頂嘅。咱们到到处赌回来，我没有，现在几年，几多少？不是，所以圣经上讲到，到时耶稣会将牛甲山羊献出来，耶稣会将麦子甲麦子献出来。耶稣讲：“不是挽救啊，主啊，主啊，主啊！落地之天国，到时我到时有请一个人来讲，我从你名挂归伊名咩咩咩，还是主耶稣讲万人。主耶稣要接天国的美事，不是快，不是好听，意思讲咱要背十字架来对耶稣的，这前面嘅坎坷未使做的。”真正面人对耶稣行，就是把这个世界都落背的，失去利益的，失去欢喜的，人咱做的工是不是受苦的？是不是无人爱做的？这叫十字架咯，是不是？咱要做圣经话的，咱无用的，这叫十字架咯。那还是恶咯，背十字架的人，法律家，伊在了教会做的家子，法律家在了就听过。所以啊，只话咱同讲啊，信耶稣，信耶稣。到底咱心偌深，心偌济，只重要了了。咱做第几落讲是吊一个牌，做第几落讲了了。做第几落讲是大礼拜教会，做第几落讲了了。你看咱的生命，是不是真正接大耶稣的？听了几晚，今日不是第几落讲，听我讲讲给你听。耶稣单调这对行为，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道理呢？看你生活不知，你生活就无达到只系难知，无达到只听嘅话，无达无无达到只亲近你，然后无达到只对生活顶所有应有做嘅信仰，过着圣洁嘅生活，其实好难。而且话好秘书。耶稣出了三界，因为伊真正欢喜接待耶稣。虽然你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无嫌你。叫我个老家面前，你讲我是罪人，耶稣无嫌我难听。只要咱肯今日接待伊，咱今日生命改变了，咱突破了。所以我同侬讲，突破到出个平来，是看你愿意无愿意。如果你愿意无愿意去接待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主要咱来看下这块。后面说耶稣经过撒该，因为撒该愿意行出伊的罪恶。但是往下看，罗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到第十节，到你第八十人讲。正人看的，七代人那边讲，正人看到那就家己在这边讨论了、批评了。啊，你做耶稣教罪人的所在几多啊？第八章同啥？圣经人记载，撒该站起来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一半分给罪人，我骗了罪，我就还你四倍。”那。当这圣经在里面，你看到耶稣加死，
耶稣无假死嘛，但系只狗嘢存过啊，只啊。圣经无假无假讲，耶稣改变嘅讲道唔耶稣无命令呢，阿母无惊神日耶稣做小嘢做啥物啊？无，你这是一愿意嘅啦，一家己愿意啊做啥物嘢？嗱，头先面条佢讲一落有雷我唔知，只要落有雷我唔知，但系你随我。伊讲我就是，我将头上面我将我所有的本号无人去换。伊是怎个计划做哪只啊？就是换咯，对啊，伊计划是换。伊骗人的钱，伊现死鬼，这是乱话嘞。所以讲我那是骗人，就掠着，抢着一个人，就掠着现死鬼，我讲死鬼，伊照样乱话，会做还会做。然后比如，伊本就换号无人。那个显能思维，你讲你计划出乜嘢？我唔知啊，可能出冇字，可能是撞起自己开始变咗冇嚟啦。你笑我，系你嗰个视频嚟。正经就讲咗等言，正经就讲咧是受舍，一个淡舍片，每一个人系受思维，咁啊个人出。可能迄个字开始要背下去啊！伊甘愿哦，伊欢喜哦，伊满足哦，好想咧看咧，即叫人安怎自己来包落去所有个来军队主，好是包落去享受军队主，下面属于头从迄个开始，伊包落一切，卖去行最后的道路，因为伊看到一项物件可较简单。都是军队耶稣，他把那边来讲军队耶稣，上台看了场面件，伊个机会无比军队耶稣更加简单，所以我就行出来。今日请几人面行出来啥意思呢？因为伊人看伊人成顶所爱所畏，较简单个军队耶稣，不行未出。比如讲骄傲，还是讲较得罪军队耶稣，你听袂出骄傲；风化，较得罪军队耶稣，听袂出风化的；耐克，较得罪军队耶稣，袂听出来的；胜利，较得罪军队耶稣，袂离开胜利的；工作，较得罪军队耶稣，愈袂军队耶稣的；有些牧师为了伊的这个伊的会友。我今日若是拢无工做四年了，四年无工做了，行业做了一工，但是这个工会可能无升级，会可能离开处理时要做，有了四年无工做了，那是四年无工做了，行业小累还是垃圾累，还是无好的时累叹。有个人也惊。眼睛困对阿嫂，甘愿受苦。撒开就是咩啦？伊经跪对阿嫂，伊甘愿落去你苦中，伊无搁再爱情类，虾米事咧？伊看就是艰难。听得明白？听得如何？生命的艰难是虾米？对生命的艰难的是阿嫂咧？阿是你所爱的物件，如果那是讲生命要突破，还要怎样？对，你要行出来。那是无你生命要突破，你生命完全要突破。最后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是咱教会其他的分堂的姐妹所发生。我要讲的就是这叫人，到底暂时坚持吸引军队耶稣，跟伊个灵改变。那后来就了解了姊妹，伊是来个人叫伊心主呢，叫抑郁症，叫抑郁症呢，咁咪叫心主，因为抑郁症得到医治，几多第三套咁咪有人讲到今已经五年了，有人讲四年几五年了，有吃药，
一边一边提问题，一边提代志。B 伊就忧郁症，又搁较艰苦，但是伊免食忧郁症药，已经今日伊吃回一个平安，无搁再苦忧，伊老母曾经自杀过。这个人吃着自己多生命问题，出无帮助的，伊就靠神主个了。大弟啊，伊神主个了啥呢？伊个大囝为神主个 ，OK？ 伊大囝曾经出好伊卖听，个大囝叫伊大囝神主，伊大囝娶了一个无无神主个，亲家发生对伊拢同个，等于生一个双胞胎个啥，就了一个地中海贫血症，我讲拢全世界内面啊。嗱，即係佢全世界嚟嘅，咁就幾十個人叫嗰種嘅，戇戇嘅即係雙胞胎，嗰啲仲係變咗先個蛇啃，其實出事未食過，你未大個渣早餐，穿腿未穿腿，你倒閉，醫生亞羅君同你講未未攰啊，未攰完啊，我先蛇啃我啲嘴邊度變蛇針，我都係叫佢解，我一隻叫啊，依個即係老嘅就是醫生，即係人哋。你有地中海没有地中海贫血症，夜马没有地中海贫血症，那山泉家没有地中海贫血症哦。老得讲白条嘞，然后呢，即老白几多几多人抽胃几多几多，咁有啲嘢即系落去做，但系啲胃话胃几多变咪就即咩，上头老胃胀胀胀，惊几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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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多几多，即系两只抽嚟抽去几多，一做就几多，用嘴牙扫，那是你何谓惊挖起来？我死咧为何咯？已经为这几多咧东西啊？一惊我食唔灵，食唔灵就开始那啲咯，一开始偷摆哦，穿贵哦，一三个月后就见到我有我，一读都未我，对啦。但是我未估，即系我估，我未估会这边啦，对啦。读都解到都话有，一上前最后双桥一惊，一死咧，一死咧东西啊，一破病又拍揪到攞唔住，揪到一颗，掙到佢攞唔住，一年年拖到一颗嚟射咧。你到射咧，你冇佢個咁樣，然後我係衝突住喺電台，被離婚定被鬥，鬥到嚟我出面我就輔導嘅，佢見到即係婚姻，唔係叫我上帝解決，佢只上帝解決俾自己。啊，因為依家你家庭是先做嘅，查某並唔先做嘅，所以引起咁大嘅衝突。那样婆媳的从金乌加这个鸟啊，别好写，这么凶呢？这么别贵噶，搞到未来，正三年啊，无讲话花钱，要帮伊孙，帮伊孙外口，无进来，真正无进来，一声无叫，一句话无讲，这做鸟的，几多几多几多，做阿妹咪几多几多几多。叫咩啊？未多做咁慢，叫未攞租金，未好，等等落少下，因无下依下因，好啦。前家姐，我写咗头面嘅，顶你跛晒少咗人声，等到伊即系啊，即系摆佢少咗，然后即系姊妹咧要嚟，等佢要咩？要嚟，嚟咧点解嚟咧？依个客落数啊！我说：“喂，神父啊，洪英跟我讲，你对我来烧咗，我啲听听好啊。这条人是真正真正我债嘅头金，我以旧影旧以成嘅咯，你真正见几多报啊？我讲，叫我牧师其实我未记佢讲啊，真正整我死债未见到，我几多几多几多咧咁样，真正我神父咁旧影听讲啊，因为对你就传缘分。”一安啦，就是夸了伊啊，还讲我有做白工了，因为在那家，在那家在一门一叫一声骂，这三年没听到咩？我一开头就买买些菜煮咯，伊是无话嘅，还讲阿妈，哟，这位这安尼钱来啊，我真对不住我做家事丢你啊，咱食是团团圆饭啊，咱该起来干活。呀妈妈又老了，要我们说不对，我脾气太暖，到底找他去和好。这个厉害的呀！厉害嘛！我感觉你对了，你对了，一股球员相撞了，应该球了。
因为叫了得罪一个上帝了。你唔想嚟听你讲，但系拜三，唔使拜三，除非三号见你做庄，听到伊妈去啊，伊家己开嘴，家伊妈讲阿妈，我仔都去，伊妈仔都去收住。我伊妈妈伊个独播，伊个妈伊个独播咧，我同佢讲啊。即系所以讲，我唱个白旗，都地方唱唱诗歌，我看咧咁唱，感动嘅心意，竟然改变你的家庭咯，咯。啊，嗰个治疗就唔系即耐用啦。当一个话你听咩？伊是当伊话，伊未得名对咧，阿个整未得名，因为只有本来社会有名，佢就变拍照啊，咁佢就慢慢伊话到整啦，但是伊特别对佢知，所以讲我拍一定外嘢，用只用伊作为第二年生啦，第二年生第三天双胞胎啊，后头第二年第二天，所以讲佢只叫话，伊系第三天啊，骨髓啊。会使可以内膏用，所以内膏有机会挂掉，拍手俾我哋啊！你呀，内膏叫医生话俾你听，伊第三天生出来东西，平安健康。但你第三天，伊第三天生出来啊，不是上帝赐俾你意外嘅，拍手俾我哋啊！不会从来没去干，不会动手术，给我几多？只个人鼓励全功啊！伊来取牙刷，伊终于都给了牙刷啦，也来清完。因为到伊个暗，伊无一个环境，逼迫之下，还在见了牙刷。无论安怎见了牙刷的路，无办，别靠，无办法，搞了点啥，牙刷改变你个命，这里面已经死回了。所以已經四年後人先有喪，就是四年會有。四年後有喪重整的家庭，即瓜樹的家庭當中係邊個演嘅啦？因為有兩個兒女願意行出來面對有喪。阿妹，阿姊嘛，即間正就俾你嚟感動嘅生命，因為我看到人，我過有人，阿妹正啲嚟同佢講，我再一樣嘅正啲。我看到耶穌的心意的這個人，我就會有什麼樣的人，我想請問你的老公，如果生命要改變的圖畫，如果你要真心要看到他，如果要接待他，你要走出來，撒該罕事會看到耶穌，罕事會接待到耶穌，因為他願意走出來，到他的生命最好的耶穌改變你生命，這個人在你榮華富貴甘願行路苦歹行的路十二階段，耶穌經了三界，在這裡為耶穌經你頭色你願意經驗，阿們把這個送給我，謝謝大家。